以后啊，您要是想吃凉拌菜了，就像我这么做，做法根本就不难，三两样调料就这么轻松搞定。水中加盐，胡萝卜和青笋丝，焯烫一下，下入豆芽，焯好的蔬菜快速过凉，下入彩椒丝。平底锅加热，不用加油，把午餐肉稍微煎一下。加入蒜蓉，投入盐、米醋、生抽、少加一点白糖、香油，加一点葱花、干辣椒、花椒炸香。焯拌均匀，最后摆上一把香菜，再来点白芝麻，装盘儿。